真的能组装成功吗？看了 Stream Park 的影片后呢，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吗？他是第一个洋人哦，自己在中国深圳组装 iPhone 6。他怎么样组装呢？他自己就跑去深圳的华笔墙、华笔南，他自己去买零件，就把它给组装成一台电话。我们看了这个后呢，很启发我们自己，我们也很想去尝试一类这样的挑战，可以说挑战，因为非常的挑战。然后呢，我也上网，也上了去 YouTube， 一直在去找。我也看了好几个，就好像台湾的 Mainscape， 虽然他没有组装，但是他自己也去了采访，也自己去，不是说采访啊，他自己就去跑去了，尝试看拍华北墙、华北南的那些当时的市场的真实的情况，然后就会被吓到，里面真的是满满的一堆的所有的零件，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而且全部还是原装二手iPhone 苹果的零件，所以呢就一直让我们很想去挑战，但是呢我们要去飞去中国呢就有点困难了，暂时来说，对，所以变成了我们想了，我们在考虑了很久，然后呢我们终于出来了一个答案，我们就是要尝试。怎么样尝试呢？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所以呢我们就要用全世界都知道的淘宝跟闲鱼来购买所有的零件回来自己组装。那我们要知道怎样去组装。好，当然我们就需要它的所有的零件的它的图表，对，说就是这个了。这个图表，首先我们先要谢谢iSpeakIt 这个网站了。这个图片我们是在他们那个网站打印出来的，找到，然后我们打印出来的。所以我们终于找到这个它 iPhone， 因为我们这次组装的是 iPhone X， 所以你们之前所看到的通常都是 iPhone 6， 我们这次挑战的是 iPhone X，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零件图表了。对，我们有了这个图表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按照这个图表所提供的零件，一一的去淘宝跟闲鱼购买我们所需要的零件，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它给组装起来。好了， Let's go， 我们去。经过我们几天在淘宝和闲鱼的询问和查找了之后，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下单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点怕，因为我们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如果那个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有问题的话，我们是很难处理到更换，因为太遥远了。然后重点是我们不敢很老实的跟卖家说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购买的。啊，这里是我们和中国商家的一些对话了，大家可以看看了。我们其实都已经跟商家询问了很多关于我们所要购买的零件，我们就下单吧，敬请期待我们的货的到来了。经过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们从中国订的零件都到期了。好，我们直接打开看。我们先从第一样开始吧，有螺丝，
一些螺丝跟一些它里面的贴跟胶贴，然后一些零件，好像那个 sticker 跟 static engine 那个震动的天线，然后它的后盖，然后电池，它有跟那个大摄像头来，这全部是原装的，不是新的，你可以看到有点花的，不是很完美的。我们是尽量买了八九成新的，然后屏幕，哎呦，它原来它也有跟那个胶来，早知道我们也不用买，对，有多一片的，然后它也有跟了一个防爆镜，跟一片它的屏幕。屏幕呢，我们就不是拿原装的，因为原装的感觉有点贵，然后品质我不是很放心，所以我们就直接拿了他们国产的。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的板，我们的 logic board 就是主板，一片主板。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是装 iPhone X 就是十代，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它的主板它没有跟前面的摄像头来跟面容的话，我们是用不了那个面容的面容锁啊，对，它是跟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一整套啊，一整套这样子来了，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的零件了。所有的零件了啊，我们就直接来组装，直接来装吧，看可不可以了。对。真的能组装成功吗？好，我们就直接来装吧。哇，非常多，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打哪一个。好，我们现在就来装摄像头吧。我发觉到我们好像少了一个那个，就是镜头盖，它没有那个东西，我们应该是没有买到了。好，我们就先不管它吧，我们就这样子了。装卸，我们重要是我们要看它到底能不能着急，其他的我们再来看怎样吧。好，既然是这样，我们直接把所有的给装上，然后就可以试看到底它能不能成功的开机呢。好了，我们把电池给接上，然后呢就是我们最期待的一刻了，很紧张。能着吗？哇！我们现在看到苹果了，我们可以看得到苹果出现了，但是它到底能不能进去呢？能不能进系统呢？它是可以进系统的，我可以进去了。然后呢？好，它一直说电池连不住，我们先不管它吧。刚才已经开机了，但是我发觉到有几样东西缺少了，所以我们测试不了。第一，就是我们缺少了通信卡的插座；第二，就是那片铁片；第三，就是这个小摄像头，它有一个就是盖还是做的在这边的。然后呢？我们没有订到，
所以没有办法了，我们就只好先下了单，定了后我们再来把它给完成吧。我们少订了很多零件吗？又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订的东西终于到了。这个就是摄像头的盖，然后通讯卡的插座、SIM 卡的插座，然后这些是铁片，应该是没有用到吧？我们只是有用到这个铁片跟这个上的铁，因为我是订一套的，然后他可能他是就全部寄给我吧。然后因为我们的后盖他其他的都已经装好了，好，我们就直接来装吧。好吧，我们就这次把 SIM 卡都放上去，然后我们就在我们测试好了后，我们就确定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全部给装上吧。最重要是我要看到底它是否有网络。好，装。打开机，啊，忘了把电池的，啊，忘记接上了电池的线，啊，开机了。这次我们就来看看吧，敬请期待。
见证我们的 happy hour。还是显示电池量不足，我先把光给调高。好，这个调光没有问题。然后我们看看后摄像头，后摄像头是没有问题。前摄像头也没有问题，看得到，这是正常的，因为可以说大致上都 OK 了。现在我们就做最后一步吧，把这个胶给粘上，然后把贴片给装上，然后就大功告成了。关机。
成功的把它给装上来、嗯、你可以看到全部都能操作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是有网线然后可以打通电话的，那所有的按钮都是可以的，看到吗？所以全部是没问题，对。然后它的面容锁啦，什么都全部都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试了，所以呢，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吧。看什么？关于本机，你可以看到它的名称是 iPhone， 它现在的软件版本是 12.3.1 iPhone X， 型号 OK， 这叭叭叭就不看了。然后这个是64GB 的。所以我们买的这个就是 64GB 的来玩组装了，然后其他的我们就要到时再看吧，可不可以用，好像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啊，全部都是 OK 的。我是比较感到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买这个屏幕的时候，卖家是跟我们说了，这个有可能它是不能调那个它的亮度，就是它的我忘记叫什么东西吧，我会补充在那写在那哈。然后呢，他跟我说，可能我们就需要买一个工具，那个片程器啊，来写回它的那个啊原彩，对原彩，它叫原彩，那个原彩光度哈，它就出，他就叫我们说可能需要，但是我既然装了上去后，它是能调的，我也不知，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哦，就有点让我吃惊了，我们就少了那个步骤了，我们就不需要头痛了。然后接下来它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有多耐，我们就要来测试吧。好，我们的影片就可以说到这里了。好，我们已经达成了我们第一个愿望，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在马来西亚从中国购买零件回来自己组装了 iPhone X iPhone X， 我们成功了。我们一起讲吧，一二三，成功了，成功了。好，所以呢，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们来赞啊，赞、分享、订阅，还有按我们的频道的那个铃铛。好，因为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会一直在挑战不同的。对，我们不会只是组装手机，我们会组装其他的。如果你们想看什么的，让我们知道。游戏机啊，手机啊，什么我们做得到的，我们尽量去，我们就会去拍。好。如果真的喜欢的，记得帮我们订阅跟按赞分享，那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让我们可以做的更多的这些这样的不同的挑战。好了，我们就今天到这里了，好，拜拜。